主席攞二啊，主席攞二啊，二係邊個？呢個係我。跟住有三啦。啱啦，仲有三。又有四啦。O K。跟住。嘉蘭影唔影啊？你要上，你要帶隊喎，你個公路攞住喎。哇！好犀利。你咁嘅樣，笑到一下。Carol 啊 ，Carol 攞一陣啦。各位朋友就啊，你見到我哋大舊劉翁啊，咪成堂啊，萬邊喺曬度啦。咁啊，中文喺隔離嗰度就啊數緊。咁啊，你見到咧，呢啲紙仲熱㗎，啱啱影印完咧，真係仲未啲熱，你仲未散發。咁就呢度係1006個嘅關於呢個嘅即係條例啊，呢個版權條例嘅修訂。咁啊，我哋啱幾個咧就輪攞一齊攞落去㗎啦。咁你見到劉翁嗰集啦，係呢個係第二集，由401頁開始，係啦，大價頭400頁，跟住 Mark Sir 揸住800頁開始，萬必係揸住1200頁開始。咁呢度咧，啊呢間加呢個去到2000頁嘅 ，Caroline 一間攞埋落去啦，因為佢都幫手做啲英文版㗎。係啦，呢個就係我哋第二場嘅拉布戰啦。我想話俾嗰啲所謂嘅泛民議員聽咧。雖然投票是不夠人投，但是還有很多方法是盡我們的所能抗爭到底的。嗯，就我們未進去呢，即已經令到這個條例上立法會起碼遲3個星期了。嗯，原本打算5月9日即是在立法會正式投票辯論，跟著投票的，因為秘書處要處理，我們預告未交進去呢，預告說有1400個的修訂，他就說基於要處理需要2-3個星期時間，已經即係會通知政府咧，個條例上立法會咧，5月9日就唔會上嚟啦，啊咁可能就去到6月啦，或者6月中左右到啦。咁所以已經即係基於呢一個啊拉布戰呢個修訂，大幅嘅修訂咧，已經令到呢個嘅政府啊要通過呢個條例咧，已經遇到少少嘅障礙。嗯，嗱呢個就係其實係拉布嘅精神嚟嘅。外國如果真係做拉布嘅話咧，佢甚至唔會等到嗰個議案先至嚟拉布嘅。佢喺之前嗰啲議案咧，就已經提到你傻為止咧，係令到你去唔到之後嗰個議案嘅。咁其中呢個版權條例咧，我哋就成功做咗啦。因為喺替補機制，我哋嗰度已經搞緊啦。咁就變咗呢個可以騰後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即係議會抗爭嘅方法咧，係非常之多嘅。泛民咧而家仲喺度冷嘲熱諷啊！我嘅理解係出邊又話唔得㗎，咁又成啊咁樣。咁啊睇下點啦。咁啊呢啲就係佢以前投完票輸咗就算嘅嘢。而家我哋就係、是。唔會怕佢投票輸，而家我哋做多呢啲嘢，做多一步，就係為咗希望咧，令到呢啲條例通過唔到。嗱，咁呢啲條例咧，就其實係集合好多人嘅結晶，好多人嘅即係努力同埋智慧啊，即係個貢獻嘅。好多網民呢幾日咧，即係其實我哋得4日時間做嘅啫，即係星期一中午我哋開會，星期一啊，即係4日前，今日星期五啦，星期一中午至開會決定話做，咁啊夜晚鬱敏喺網台講，跟住我哋自己啊，我啲職員啊，鬱敏啲職員啊，咁啊啲人民力量啲成員啊，咁咧就喺幾日時間裏面咧，就做咗呢幾千頁紙啊！希望大家喺網上啦，喺地上咧都繼續支持我哋嘅抗爭活動啦。當喺議會裏邊拉布嘅時候，喺議會外喺網絡世界裏邊，大家都要繼續支持到底嘅。甚至各位網民咧，可以亦都俾啲建議我哋嘅喎，因為而家我哋有千幾條，因為仲可以而家變咗延期咗咧，就未到截止日期嘅，咁可以仲可以再入反對民意。如果受咗咧入，仲要幫手寫稿。咁啊，寫稿。咁呢個網絡，所以要寫稿。網絡23條，一定要反對到底噶，希望各位幫我手啊。嗱，咁睇下同埋睇下幾時最後上嚟立法會啦。咁因為如果嚟咧，我諗要傾要投票都可能幾日幾夜啊，即係如果得嘅可能拖去7-7、49日。咁所以大家可能有時間啊，即係。第二日正式公布幾時上嚟立法會正式討論同埋投票咧，咁到時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嚟立法會，人少嘅啊就旁聽聽啦，人多嘅就圍佢立法會，係嘛？逼爆佢係嘛？咁啊，我哋會同大家進一步交代啊，同埋匯報嘅進度。咁大家齊齊努力，好啊！反呢個網絡23，好反對網絡23。你大人多人少嘅議會暴力咧，真係我哋呢叫議會暴力，我哋呢啲叫精明。一二三，真係我哋真係。唔係啊，佢講呢啲好啊。秘書處都話我哋好嘢啊，雖然佢做得好辛苦。係咪啊？係啊。即係私底下同你講。係啊。頭先 Jimmy 話嚇用文有個 meaning 嘅。呢邊啊，嚟啊。好。嚟啊！1、2、3。你知唔知劉翁啊？你知唔知劉翁啊？矮矮地呢邊。1、2、3。
O K。好啊，落去落去，好嘢。唔係你有人開手，太傻啦！我哋仲有咧，今次咧呢個就快嘅原因就有好多係網上 send 過嚟啊嘛，因為我吹咗雞嗰度啊，我嗰度成兩三百字，專業級別，一隻一級女就所以唔使咁辛苦。